少女最后玩跳海，垂钓南湾，都几激情咧。呢两个揽住条绳嘅女仔浮下沉下，难为嗰两个喺岸边嘅男仔朋友唔知点算好啊！我觉得可能系饮醉酒或者踢咗嘢啩，因为佢哋讲嘢，佢讲啲嘢都比较激动啲咯。其中嗰个就话想游水，嗰个就话咩又想死又想食咁样啦。我睇睇落都应该都系15、16岁嗰度嘅啫。昨日清晨，陈生同埋两个朋友喺荃湾码头岸边嗰度垂钓，见到两男两女坐低吹水，其中个女仔仲话好想游水。咁原来真系咁跳落去，即系跳落去嗰下真系几爆嘅，真系几整，都几激情嘅。跟住第二个女仔又跟住一齐咁跳咗落水，咁就喺水度应该大概10多分钟到啦。两个男仔叫咗一轮，最终都要随正条孖烟通跳落海，拉翻佢哋上岸啦。其中一个女仔仲大叫：点解要利用我？我好想死呀！事后佢因为呕同埋割损脚，由三个朋友陪同送院。柠檬烧脂特饮得唔得噶？梗系得啦，好味 ，slim 到。Lancaster Slim Lemon 万灵独卖。